位置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路从北部出国，长途跋涉，不眠不休，终于到了我们的小琉球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对，我们现在终于到了那个小琉球了。一来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海景，然后很远其实可以看到高雄的，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牛逼，没错啦。然后我一来就非常兴奋 ，So we're in Ryukyu Island from Taiwan, and we have a reason why we're here because we are gonna do a beach cleaning day tomorrow. 就是有海风，不会觉得很。特别这边完全没有红绿灯，一个红绿灯都没有。哎呦，我生命就交给马克了。你们小琉球一年靠这颗石头赚了不少的钱，现在有多多你们的钱了，就来了就赶快拍案，快点拍，快点拍，还聊天。我们现在要去看威尼斯海滩，哇，感觉就有孙悟空在这里。那我等一下逛一下，啊你们哦，就在这边看风景，啊你知道没有？水上玩吗？走吧，马克。哎，今天水是温暖的，不会凉。对啊，它水其实很温暖的，但是它这边应该是有很多那个礁，很多礁岩，所以没有办法。看我这般扭动，还不如说把这边当 runway 呢。这边就是我的 runway， 耶、yeah。旁边的卖家傻眼了，哎 ，Hello， 哎，送队员的妈妈，谁是你送队员妈妈？杜很小，你是囡仔来哈，气死！我们追你追了他一圈了，真假的？对，追到手机都裂掉了，起来，然后边上看你在哪里，哇！你说看一次我脱衣服那一幕吗？是看到自爆这样子，我们已经追一圈了，我们已经追一圈了。哦，我想说看我看到自爆这样子啊，是超酷的。哦，那边是高雄的哦。还很蓝吗？还不错。啊，那个聊天室，你们借一下哈，你们借一下。大家都很想这个存在。哈哈。非常棒，真的。看一下你。哇，它有西班牙的飞机，哎，它有烤飞鱼耶！哎，我想，所以我想，只要吃饭刚打烊，我想要。他刚说要收了，他刚说要收，刚收。啊！还有别的地方。可我想要西班牙，然后再吃，少再吃呢。可以跟我说了。好了，滴滴，噔噔。我想吃那个，从刚刚炒到现在就要吃这个。我想到了。走，哦，很胖。还有酒哎，是不是？他有酒吗？他有酒吗？完蛋！完蛋！现在还加一点烧，还没开始啦。还有酒吗？你想睡是不是？那我们早点点去吧。我想去躺一下，我想先上去。想去你家躺一下，去躺一下就好。
我真的没骗大家的，我觉得这就一定是有人抓我们来了。等等等等，你吃饭吃饭吃饭。我想先躺一下就好。哎呀，那我也想躺啊。对不起，是我的朋友。的那个东西就很有酒哦，我只要睡一下就可以了。我现在眼睛又有点肿起来，因为过敏。你看，好，全部先擦防晒油，不要一直跟我说昨天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就我就很想吃鲱鱼香肠啊，然后吃完又开始。不要在那个。就跟老板说有没有一般的香肠？要鲱鱼的，因为里面有那个蛋，就是小 baby， 我要把小 baby 全部都吃掉。我可以帮你擦，我怎么这么来？你坐我旁边，我帮你擦。好，来擦了，嗯，舒服吗？舒服，太太。这样可以吗？开开，这样可以吗？开开。我按 OK。哦、，very beautiful, beautiful。Oh, thank you. You know outside hot, hot. I know. I know. You drink water. 有。IT drink IT water. 有。前面也要磨，前面也可以。我开粗一点。You OK？ 害羞。而且我心很累，昨天谁帮我全部吃完的、啊？我心很累，我都没有吃完。不能吃完，还不能吃完。吃两口也忘记他去哪里了。太强了！哎、欸，我们进摊的没关系，我们进摊的时间其实不长，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。哦，昨天爆浆黑糖的时候，就有人骑过去就说：“你是天菜娘娘吗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嗯啊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我跟你讲哈，我很记得你的模仿的直升机。”然后就很尴尬了，笑死！可以讲好一点点的东西吗？上面性感，下面种田，下面也种田啊！我这边像种田的吗？李欣，你干嘛默默说是？太大声了，我听到了，要死了这个阿包！哦、oh, ，bless 你。早安，早安。我们要往这边走，来来来，全部跟我走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进的地方叫中澳沙滩。那这边的沙滩，其实我跟你讲啊，你们等一下看到地上有垃圾，对不对？不要捡，不要捡，不要捡，要不然等一下没有节目做啊。要捡，不要。那我们等一下不只会在沙滩上，我们也会在旁边，有没有？你们现在要看到，譬如说有烟蒂啊、烟头啊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在哪里讲解呢？在那边好了啊。等一下阿菜的就全部站右边，啊学生我们就全部给他站左边，好、哦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分队，这样子知道了吗？这个题目中啊，我们琉球现在学校的成年礼是就是五间学校，四间国小，一个国中，他们就是毕业典礼，就是毕业典礼、成年礼，毕业典礼跟成年礼不一样吧？就是算是毕业的。哦，就有点像他就绕岛，绕岛环一周。哦，来，大家先拿手看，我一就要开始跳了呢。我一只就好，我一只就好，只要拿另外一只。音乐开始要放下去了，怎么都没有音乐？我不走啊，我们到那边讲好走。这次我们这次的总招，学校的总招，那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害羞，先快速的走到后面去。啊，他们帮他们做了一些游戏，就是他们可以在每一个景点，然后有一些拍照、玩游戏，然后可以累积积分。你们有准备奖品？我们今天也有准备奖品哎。对，然后听说进餐会加分，是不是？额外就算是 bonus 这样子啦，嘿，对。所以我们要等他们到这样子。那他知道勇士快输了吗？有，他们刚在看。不，那你
要假装是学生哦。我们是重视的。这是我们这次的总招，叫杰利，杰利叫 Jerry， 然后所以呢，他们就是有活动，然后近滩也是一部分，你这样听得到吗？好，近滩呢也是他们的一个部分，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非常好的礼物给大家，因为希望大家辛苦了哦。我们有一些女生有来参加，因为我知道台湾女生比较怕晒到太阳，应该是台湾比较怕晒到太阳，就怕变黑这样子，所以比较特别的谢谢他们来参加的。接下来我们有手套，如果你们有的话，要先领。然后呢，我们有准备热色带。等一下我比赛呢，基本上是看谁剪的最多，然后会是由你们的老师还有我来。郭老师。然后呢，我们有准备礼上枕头，已经有非常厉害的几个，因为他们平常就有在做近滩活动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会比较小的热色，譬如说像你地上看到的烟头，以及小塑胶、小塑胶啊，橡皮。这些都可以因为小的垃圾有时候比较不容易被吸到，那我们就来帮他们留。我们活动基本上呢只有15分钟，十五分钟，我们能点多少就算多少。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？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不能做，不能影响什么，因为我只是一个小粉红的，我是一个小马铃薯而已。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观念的话，可能以后很聪明，就尽量把烟蒂丢到别的地方去。就像其他的 YouTuber 影响我了之后，我做这件事情，那我希望我也可以利用我的身份来影响一些人，做些事情。So we are in Taiwan, UQ now. What we are doing is we are gonna clean the beach. I'm not someone. I'm just a small potato. But once somebody told me I can change the world.I know I can't change the world, but if we never start, we never do it, we change nothing. So no matter what you do, you just start doing it. So let's start. 我们开始吧。你要先分组。哎，我要先分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先分组。你们请问拍手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分组哦，我们是四个人一组，是不是？四个人一组来。聊天室，我们出发，跟我一组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赢了，我们这次手机就赢全部扔呢。你手机可以放进来吗？手机放进来呢？手机放进来就赢了呢。你们聊天室，不是，聊天室都是。打野可以哦。我们打野吧。我们今天打野。干爹拿着垃圾袋，嘿，学生捡起来丢到垃圾袋里，多么好的一个活动。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呢？这是我第一次做净滩活动，虽然呢没有很厉害，也是一个小嫩菜，但是我觉得看还是有很多垃圾可以捡。台湾 ，It's my home. No matter where you are, it's fine. But Taiwan is my home. 台湾是我的家，所以我想要它干净。哎、欸，我捡到一个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热的要死，为何喉受罪？不会啊 ，I'm enjoying。哦，你看很多哎、欸，萝莉这里面很多哎、欸，我来捡吧，然后你来，我来捡，这里面很多。哎呀，我们虽然不能捡到非常多，我们有时间限制啊，但是捡多少是多少，这个是一个 goodwill like。It's a good gesture. 这是一个很好的举动，所以我们好好的做，多久都没关系。希望他们这次呢来到小琉球，然后也可以除了玩以外，可以整洁到环境，然后希望可以多引导大家这种观念啊。
毕竟明天明后天应该是我开台三年纪念日，但是我们不管哪里啦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是你们的台湾啊，你看这个有多漂亮。这边呢本来只有200多只海龟，可是200多只已经很多了，200多只海龟，然后他们这个岛上的人开始做禁滩，然后他们会到海里面去拿东西，就是捡垃圾，然后这个垃圾呢有的绑在海龟的脚上或是他们壳上插的这个，然后呢一直被他们照顾到现在海龟已经有700多只了，就小琉球海龟已经有700多只了，就会觉得很感动，一下帮他们一个忙。哎，你们很厉害耶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是自己带来的吧？是自己带来的吗？他很厉害耶，我觉得你要赢了。嗨嗨，这是我们的学生，非常厉害，捡了非常多的东西耶。来，这个抖内你们啊。哦，感谢抖内。知道哈，辛苦了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什么东西，你只要没有开始，你就没有办法到哪里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，大家都在尽一份心力的时候，或许你可以不用去捡垃圾，你只要平常少用一根吸管，或是怎么样的话，就改掉一些习惯。像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乱丢烟蒂嘛，改掉一些一个小小的习惯，你就可以帮助到这个地球非常多东西。今天的聊天室在这边，嘿，对。